来到 DIS。六年前，我们领受了意向，就是在这块未得之地，透过优质的教育平台，建立优质的门徒。那我们国际学校为什么要叫大义里呢？当然，我们希望可以在这地可以建立像大义里一样的人才，无论是读书、信仰，还是一技棒的。他们以少量的人可以转化整个社会，而且拥有 DIS 三种的品质。对 ，discernment, integrity, service of love。我们需要你的带导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建立这样的学生。你为我们带导，可以聘请到以英语为母语，而且是乐于传福音的优质的老师。但我们还有各种的奉献的需要，像太阳能板啊，像各种的装置，还有更需要的是奖学金。希望你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大义里学校的计划。拜拜。